哎，你还提醒我，我姐朋友那儿有个相亲大会，啊，对，你们也不去。哎，周玲不去，我去。谁说我不去？思怡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去。那我去。好端端的，你去那儿干嘛呀？结识新人啊，天天跟你们竞赛。那思怡去，我也去。去。去。你们都去啊？那你。你加班，不是，凭什么我加班啊？都去啊？嗯，都去，那就算团建。可以啊啊！哎，这么说，你这也太抠门了吧？姐，你说我们是先点菜呢，还是等你家俊俊来了再点？呸！你家的俊俊？我家的不就是你家的吗？你再多嘴，我就不让你在这陪我了。哎，别别别，好不容易蹭顿饭吃，你是不是怕一会儿来个大帅哥，嫌我在这给你碍事儿？一号女嘉宾，我想采访你一下，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呢？没有择偶标准。总有个方向吧，是喜欢风流倜傥的，还是英俊潇洒？嗯。都行吧，最好是孝顺点的。一点个性都没有，活该嫁不出去。你是不是加他微信了？嗯。看他朋友圈。看人朋友圈干嘛呀？侧面了解一下他的性格嘛。啊？他有事不过来了。第一次约会就放鸽子，这一看就不靠谱，言而无信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一会儿你们看一下那边的场地，感觉还缺点什么，去看一下。咱俩喝口水，喝口水，热了。哟，他们来了。哎呦，你们总算来了，我这儿都快忙死了，出了一堆状况。啊，对了，来，你的号码牌。王叔，你的。哎，月月，我们的牌怎么跟他们的不一样啊？你们这都是临时的，人家那是有会员编号的，是相亲网站的登记会员。哎，你俩现在啊，跟我一样，都是临时会员啊。行啊，你林雨，这有奉献精神啊。非常时期嘛。哎，欧叔，你那些朋友们呢？我一会儿就到。行，那我先把号码牌给你们，到时候你直接给他们就行。臭丫头，我再陪你进去。行。收着点啊。陪着欧叔。好嘞。哎，你有啥事你就叫我啊。哎呀，知道了。记得给我喝水。知道了。别被男人骗走了。林雨，哎，来帮个忙。行，你坐着啊，我先去。啊。走了。哎，洛叔，你的兄弟来不来了？洛叔，弄得太堵了，晚点。就是你们的号码牌，按照号码找座位就行了。哎，你说像我这种级别的优质男生，这一进门不就得被生拉硬扯？你呀、啊，只会拉扯别人。闭嘴吧你俩，快点了。行吧行吧，咱们进去吧。好，走。
爱情是灯越多越亮，爱情是河越流越长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非常荣幸为大家主持本次活动。首先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，鼓励一下自己和今天所有到场的单身朋友们。相亲是古老中国流传下来的习俗，单身男女们在月老的指引下相识、相知、相爱。今天丽舍婚介公司将担任起月下老人的角色，欢迎所有单身朋友们的到来。我看到大家已经按照号码找到了席位，在每位男士的面前都有对应的女士，你们有3分钟的交流时间，可以自由交换联系方式。时间到，钟声响起，每位男士将换到自己右手边的座位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相亲活动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？什么？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秦云。这就没了？你的自我介绍呢？哦，我也没怎么准备。什么人呢？这才刚开始就惦记上人家工作人员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再强调一下，我叫秦云。没想到咱俩聊得这么好，今天居然挺大。这个我就觉得咱俩特别合适。今年30。对对，李小姐，我赶紧留你的手机号，扫微信。我没带手机。各位男士，时间到，请各位男士抓紧时间换到下一位女士的面前，为大家节约宝贵的时间。快点，留手机号呢？留什么手机号？都等着呢。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快点！你瞧，这是我明天，给我打。哎，我去。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？你不是在跟我搭讪吗？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何俊，俊是英俊的俊。何俊，你刚刚说你是做什么的来着 ？IT。哎呀，巧了 ，IT 我熟啊。嗯，就写代码对吧？黑客帝国那种，001001，对吧？哎呀，你看咱俩可真有共同语言嘛。我觉得咱们可以再发展发展试试。其实我哎呀，不行不行。你就是黎初阳啊？哼，之前的事儿不好意思，因为没见过面，所以不想浪费时间。但是这么巧，能在这儿遇到，那我们不妨就相互了解一下。好。哼，黎小姐别误会，我本人不太提倡相亲的，这次来呢是帮我朋友的忙。像李小姐这样的人来相亲，应该没见过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。咱俩还真是有缘分。是吗？我眼拙，没看出来哪有缘分。哎，缘分嘛，就是那么的妙不可言，说出来就没意思了。不瞒你说，第一次见你，我就感觉好像胸口有一只小恐龙在乱撞。像李小姐这么端庄，一看就旺夫，招财呀。哎，是不是该换了呀？时间到了。怎那么多事儿？到时间了。
没说完呢。那个，我们还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，就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各位男士，时间到，请各位男士抓紧时间换到下一位女士的面前，为大家节约宝贵的时间。常德乐，你干嘛来了？我相亲啊。那你相亲啊？这不相着呢吗？你有病啊？那你自己聊吧。等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38号男嘉宾，我叫常大乐，是新亿科技的产品经理，现年25岁，虽然说现在无房无车，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，平时喜欢看美剧啊、英剧啊。常大乐，你有病吗？正儿八经相亲，我有什么病？你老那么耍我，你有意思吗？没耍你，说真的呢。李小姐，改天我们一起吃饭，你我电话的。哎，李小姐，加我微信，微信同步那个名片。你看你这猥琐样，还跟我在这儿那个。姐，刚那人看着有点眼熟啊。这不就是给你看微信朋友圈照片的那个笋干吗？好了，我们现场各位单身的朋友们，我们可以稍事安静一下好吗？心与心的碰撞迸射出璀璨的火花，爱与爱的交织结出纯洁无瑕的真情。看来大家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已经找到了最心仪的那一位。丽舍相亲联谊会到此圆满结束，感谢各位的参与，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哎，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喜欢的？喜欢的是没有，反胃的倒是有几个。啊？李小姐你好。你好，我姓林。哦，我叫何俊。你好楚瑶，我刚才想了一下，以后像这样的场合你就不要参加了。咱们有微信的，记得把握这次机会，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真的是不多。是的是的，改天我们一起吃饭，打电话给我。不是，啥意思啊？这人也太自来熟了吧。哎，你知道有多巧吗？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，后来那人放鸽子没来，就是他。你们俩还有这么多孽缘呢。哎，但是我跟你说啊，你离那人远点，你看他刚刚身上那号码牌了没？那可是相亲网站的会员，相亲的钉子户，小心他盯上你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才是 CTO。 不是 CTO， 我说了，我们在商量，还是这事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？我是 CTO， 刚才那是刚才。哎，陆叔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我评评理。怎么了？刚才周林和张宇说了，华阳是 CTO。 哎，刚才那个是特殊情况。对，真的就特殊情况了。是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就是 CTO， 你 TO。 对，你看陆叔都说了吧，我就是 CTO， 以后给记着了啊。你呢，有遇到什么心仪的姑娘吗？你刚才一直陪思义聊天呢，根本就没看。你有病吧，别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啊，不粘你都不。对，爱思义，走吧。天不天天。哎呦，韩子墨，
你来的挺准时啊，这都完事儿了。我可是有原则的人啊，坚决不相亲，帮忙也不行。我用我的灵魂支持你的工作。拉倒了，你可别支持我，你支持一下咱们出窑吧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今天老多人要他联系方式，可抢手了。就是尤其那什么韩叫何俊，何俊。哇、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赶快给我说说。就是那何俊吧，我跟你说他太奇葩了。哎，不说了。哎，老叔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又不说。嗨，各位小朋友们，今天林雨姐姐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啊！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，谢谢。没事，我朋友们自己也想来，我们就当休假了。行，那我请你们吃个饭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们还有工作是吧？哎，李洛叔。你这是在压榨劳动人民，劳动人民可比你勤恳多了。咱们这新产品啊，是新媳妇儿见公婆，有的忙喽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这饭以后我请。走，行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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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哎，那我们也走了，走吧。哎，我刚来你就要走啊？你是刚来，我们都待一天了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事。你再说一遍，那人叫什么？何俊。那小子胆儿挺大呀，他敢跟我抢出窑，吓死我！韩子墨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你谁也别怪。你又没有追人家出窑，那人家怎么就叫抢了呢？我提醒你啊，人家初瑶他妈妈都开始给他介绍对象了，你真的不能再没有动作了。再怎么着，你得先阻止那个何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先清扫一下前方的敌军和障碍，你懂不懂？有那么夸张吗？情场就是战场，你以为都像我一样这么容易被你骗到手？嗨，那是你是最棒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回来啦。嗯，我听你王阿姨说你跟小何见面了。嗯，怎么样啊？人小何可是觉着你还挺好的，说可以进一步发展。我姐那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你别说话，我才跟你姐说呢。就是任小何说你有一点冷冰冰的，不太够热情。我姐那是外表冷漠，内心火热。你闭嘴！你要下次要是见小何的话，你看你能不能稍微温柔和善一点，微笑笑一个给妈看看。妈，你笑一个给妈看看，笑一个。笑的真是，你给妈笑一个看看，这都怎么笑呢？这两个孩子，这喂，你好。你怎么连人家号码都没存啊？啊，你是哪位？我是何俊啊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忘存了。这我就得说你两句。你想这种事你要多上点心。好男人多难找啊，何况像我这么优秀的。哎呀，算了，先不说这个了。你晚上有空吗？我正好知道这附近有一家自选麻辣烫还不错，要不要一起试试？我晚上没时间。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在开会呢。哎，哎，调皮。
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在开会呢。楚瑶，跟谁说话呢？哦，是你啊？怎么了？你以为是谁呢？我以为是。怎么了？是不是那个何军他又来找你了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林宇跟你说的。你别管谁跟我说的，楚瑶，要是那个何军再来找你的话，你就告诉我，到时候我来。这样，下班我去找你，我给你出主意。啊！啊！何俊。喂，喂，瑶瑶啊，你下班了吗？啊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也可以多联络联络嘛。我感觉你人还不坏，虽然有点小瑕疵，但是我可以包容。我何俊一向以德服人。你周末有空吧？我正好有两张四季高尔夫球场的门票，我带你见见世面。周末呀？好，就这么定了，不见不散啊。哎，我去，这小子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啊，去，我不去，去。过几天我们产品发布会，想邀请你。好呀，正好我去看看我弟有多厉害。嗯。哎，楚瑶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位是？啊，这是我的高中同学韩子墨。我们今天是过来打球的。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，你是？我叫何俊，俊是英俊的俊，是瑶瑶的准男朋友。我怎么没听楚瑶说过你呢？啊，瑶瑶她比较低调，我也不是爱张扬的人，但是早晚的事儿啊。既然大家都是朋友，感兴趣的话进去打两杆。不好吧？而且我这个，哎，瑶瑶，你等等我。瑶瑶，我跟你说，高尔夫球是真的有钱，我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稳准狠。看好了啊！这小子还在冲大头。稳。韩先生，我还是习惯用自己的球杆。韩先生，您上次的发球码数已经达到我们排行榜的前三了。前三是多少啊？271码。还不够远，还得再突破。试一下，你们打吧，我不会。没事，我教你。那我先教你拨杆姿势啊。嗯，那双手握。嗯。这个手呢，放在这儿，这么抓。那个双脚与肩同宽，然后力量再顺势上往下一点，然后发力。
你要考虑它是否符合主题，然后还要看看画主画手的风气啊，什么方向啊。小黎，先别忙了，跟我去趟董事长那儿。啊，好，我先过去了。进。韩总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哟，你们来的正好，还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啊，要交给你们俩去办。这个再过两天啊，就是杭州科技展了。参加这次展会的公司和人员的实力都很强。小齐啊，你也知道，咱们公司最近这个项目比较单一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们俩通过参加这次展会啊，能够寻找到一些有实力、有创意的初创团队。初创团队懂吗？我明白。如果项目合适，可以考虑合作。我知道了，韩总。能完成吗？当然。行，去吧。吴总，杭州科技会展在两天后举行，听说新意科技预定了现场的小舞台。我看今天人还挺多的，一会儿体验的时候大家耐心点啊。我办事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啊把客户当成亲爹亲妈一样伺候。哎，张远他堵路上了，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了，他要来不了就麻烦了。没事儿，实在不行我上，我给你陪你一块上。哎，我嘴皮子不比他溜，你清醒点。真不比他差。哎，新意科技了解一下，我们有三大优势啊。哎，新意科技了解一下，新意科技了。哟，大乐，老远就看到你了，怎么在这儿发传单呢？你谁呀？我们俩很熟吗？干嘛呀？真是。啊，您这个。谁呀？刚入宫一起做项目，偷了我的创意想自己单捞一笔，结果搞砸了。后来投奔吴亚军了，咱们小心点。哟，这不是新意科技的李总吗？李总，你这么忙还亲自发传单，挺不容易的吧？不过也是啊，小作坊嘛，没有实力，也没营销手段，更没什么推广平台，确实只能发发小传单了啊。大乐，好好发传单啊。我哎，算了，别和他一般见。新意科技了解，谢谢。啊，新意科技了解。吴总，吴总，你好，这是我们新意科技的新产品，了解一下，谢谢。你好，新意科技了解一下，新意科技了解一下。哎，我们的技术啊，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哎，你好，新意科技了解一下。这个呢，是我们新意科技的最新的手环，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介绍。当然了，我们的技术优势也是在市面上非常领先的。来，这车还在路上堵着呢。哎呀，行，你别解释了，你赶紧去换衣服吧。啊，下。哎，我
怎么感觉这宣传策发了一点用都没有？别着急嘛，这来看会展的人呢，都喜欢看帅哥和美女啊。到时候我们俩往台上那么一站，保证是宾客满堂。哼，嗯，你就算了吧。我怎么就算了呀？你充其量就是个蜡像。蜡像？蜡像也是有人合照的吧？罐子挺好看的啊。小黎，作为姐姐呢，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。我们来这儿啊，不是跟人说对不起的，更不是给这些毫无前景的公司做慈善的。你需要做的就是擦亮你的眼睛，把精力放到寻找好的项目身上。这个我还是先留着吧，说不定到时候有用呢。你来之前就应该像我一样，好好的做做功课，就不会浪费时间了。楚瑶。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正式啊？我这不是来给你撑场面的吗？切，包挺大，挺沉的吧？我帮你背吧。啊？你背还挺合适的。小韩总。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随便看看。啊？楚瑶，我带你去二楼看看。走。啊。新意科技的最新产品，来了解一下。这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智能手环，这屋里边的所有设备都能跟着你。新意科技最新产品智能手环，了解一下。最新产品智能手环，了解一下。随时随地监控您的心率和血压。好，新意科技最新产品智能手环，了解一下。智能手环，了解一下。是新意科技的展厅哎，新意科技没听说过呀。你居然没听说过新意科技？你别看是小公司，他们掌握着很多大公司梦寐以求的超前技术。那我说，新意科技值得一看。是吗？走。我是来自新意科技的罗叔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健身 APP BodyScan。我们希望通过这款 APP 能够改善大家的生活方式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也会配合我们的硬件去推出一套完整的系统，希望有兴趣的投资商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个新的创业团队。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创业团队的所有成员来接受采访。您是否能为我们展示一下 BodyScan 的产品模型？想体验我们产品的朋友稍后可以留下，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带大家全方位的体验。据我所知， BodyScan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被国外的 Magical Technology 公司所关注，然后这个时候他们给出了很高的评价，是9.6分。这个时候你们在国内又表现得非常低调，请问是为什么呢？
首先感谢这位记者朋友对于我们新意科技的关注，我想这大概是国内外理念上的差异吧，但是我相信今天发布会结束之后，我们在国内同样会受到极高的关注度。不知道新意公司对投资者有什么要求？只要是合适我们都可以合作。初阳，快把他们写进名单里，他们真的很不错。来，没问题。这是我们公司总裁助理齐毅，我弟弟李洛书。你弟弟？嗯。初阳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李总刚才的演讲真的太精彩了，我相信新意科技一定是这次展会上最优秀的初创团队，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合作。啊，谢谢。长得这么帅，那么有才华，真是难得。齐毅，齐毅，你不去看看其他公司的项目吗？不用了。我相信新意科技就是韩总要找的合作对象。你这是被美色迷住了双眼吧？我比你了解我爸，小心我爸骂你啊！啊，谢谢小韩总提醒，小韩总真是太体贴了。嗯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初瑶，我们走吧，时间不够了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嗯，瑶瑶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不是很有缘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哈，我回去仔细的想了想，我都想好了，房产证可以改名。拿开！你松手！你别以为我打不过你，还来劲儿了是不是？赶快给我走！粗鲁、野蛮、暴力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啊！那我说两句啊，那个今天大家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但是明天还得回去努力工作啊。今天展会上，咱们的 Bartiscan 展示的效果非常的好，你们也都看见了，有好多的这个投资人呢都盯着咱们呢。那个韩总。是啊，我在这儿就能代表咱们公司负责任的说，如果龙翔出手的话，咱们一定优先和你们合作。啊，你这句话说的 good， 就冲你这句话，回去啊我也得做我爸功课。不过前提是你们的产品必须得棒。来，我喝一杯，敬大家一个。说嘛，你去。吃了吧，能吃了吧？吃，别客气。新意科技在本次杭州科展会上大放异彩，成为众多投资商和媒体驻足的对象。下面有请新意科技的李总上台为大家做介绍。欢迎大家来到新意科技的展厅，我是来自新意科技的李洛书。老李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健身 APP。 你快来看，领导什么指示？希望通过这款 APP 改善大家的生活方式。接下来也会配合我们的硬件推出一套完整的系统，让有兴趣的投资。你关了干什么呀？不是那个，你肯定是看时间太长了，眼睛花了。你歇歇眼睛吧。怎么会啊，我刚才我明明看到。不是你咱儿子在学校考试呢，你忘了？他没事跑电视里边干啥去？对啊，他今天是应该在学校里考试啊。对呀，那但是我刚才我得打个电话问问。哎，是啊，来吃吃。下午一个，什么蛋？喂，妈，什么时候这么着急？好，出去回去。妈怎么？妈找咱们俩。那咱走吧。哎，那我送你吧。
哎，你喝酒了，我们打车回去就行了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走了，拜拜。路上小心啊。